各位善知善，大佛顶首楞严经第六卷，经文现在讲的十四无为啊，十四无为，前面讲了三种，现在讲第四，是罗刹那，四者断灭妄想，心无杀害，令诸众生入诸鬼国，鬼不能害。这里只是说鬼，根据这个普门品啊，这是属于罗刹那啊，罗刹也是鬼啊，罗刹鬼啊。第四种就是十四无畏的第四啊。那么如果是在听难里面，这是第三啊，断灭妄想，心无杀害，这两句是观世音菩萨自己说他自修的成就的功德，因为他没有妄想了，把妄想已经灭掉，就是菩萨他已经把这个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啊，所以没有妄想。妄想是从第六意识发出来的，因此之故啊，把第六意识转过来成为妙观察智了，当然也就没有妄想了，所以叫做断灭妄想。这是说菩萨本身没有妄想，这个没有妄想就没有伤害，不会伤害众生啊。这个妄想啊跟鬼差不多了啊，在心里打妄想啊，那鬼心鬼事啊，那鬼心鬼事就是这个妄想啊。那么鬼鬼祟祟啊，这些都是在内心里面无形无相的在哪里打妄想，所以都是跟鬼啊差不多啊。所以菩萨自己断灭妄想，没有杀害之心啊，所以菩萨以大慈悲为本呢，他本身是没有伤害啊，没有这个杀心啊。那么因此啊，他能加倍众生，使众生啊，入于鬼国，鬼也不能害他啊。别说是平常时不会遭到鬼的伤害，就是入于纯粹罗刹的鬼国进去，他也不会伤害你，所以叫做鬼不能害。圆严法师讲义啊，这个第四这段的解释哈，在注解里面有一个字跳了行啊。如果你有讲义啊，我在这里说给你，你把它记起来，回去自己改。讲义的910页，就是第910页卷的第15卷，单算这个讲义注解的文字啊，第五行开头那个标点的点下面呢、是一个入字，而这个入字啊，它跳到隔壁第六行的第一个字，这么奇怪啊。就是它的原文是这样子的，以此为力加倍众生，故能令众生应当是入诸罗刹鬼国，入诸罗刹鬼国啊。当令众生就是已经第四行末了，第五行开始一个标点，标点下来应当有一个入字，入字，而这个入字它不是没有，是跳到第六行去了，所以这个第六行的肉把它勾过来，入诸罗刹鬼国，没有这个肉字就变成了诸罗刹鬼国啊。但能一心称名，鬼不能害，这罗刹那无畏矣啊。接下去是引证这个事实的情况来说明，转云狮子国有商家，他加了一个入字就变成了狮子国有入商家，变成莫名其妙了
什么叫做入上架呢？所以这个入字原来就是在那个戈壁的珠字上面，现在跳行变成了狮子国有入上商家，应当是狮子国有商家，而这个入字要搬回原来前面第五行的入珠罗刹鬼国珠字上面有入字，啊，这个错，从它改成新标点的本子以后，一直到今天。30年了，错了30年，就是好像看的人呢、是眼睛闭起来看，啊，或者是无心看，根本就把这个字的错误点呢、没有把它改正过来，我查过了，我手边从这个第一版第一次出版的这个讲义之外，一直沿下到今天。凡是有新印的引进本，有新印的只要有我发现了，或者是自己停，或者他送给我，我一共有7到8种。那么我发现这个字的问题之后，我去查它的原本，民国40年，上海第一次出版的，上海圆明讲堂第一次出版的那个。讲义的就是出版的这个出版的讲义啊，它的标点是圈圈的圈在旁边啊，那么不是标在字里面啊，那么这个原本呢、没有错，原本就是写作故能令众生入珠罗刹鬼国，而下面呢狮子国有商家啊，原本没有错。第二次出版呢是在香港，他写的是癸卯年，癸卯年呢就是民国52年，民国52年，那么40年到民国52年，这个可能是民国52年在香港第一次按照上海的原本呢、引进的，按照上海原本引进呢，它的标点也是在旁边圈圈，它没有变动，按照原本把它引进下来。那么这个也没有错，都是写的能故能令众生入珠罗刹鬼国，狮子国有商家，都没有错。最先错的是民国60年，民国60年啊，有人这个发心编成这个圆明法会啊，那么那个讲义啊，就是把它。原来的标点是圈圈，现在它改成现代的新标点，而且点在字中间，因为它点在字中间呢，这样子容易发生错误啊，那么这错误的时候，第一次错误，后来没有人发现，那么就是继续错下去，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本子啊，故能令众生没有入字珠罗刹鬼国。而狮子国有入商家，这种的错法就是从60年那个版本开始，后来凡是引进呢、都是根据60年的版本，去引进的，所以他这个60年版本这里是910页，一直到今天30年了，30年他还是一样的910页，没有改变，可见他是完全按照原本，或者是放大一点。例如最近1999年，三会讲这个彰化三会学术印的，是把它放大成为16开本，错一样的，还是一样。30年来这个错，可能是没有人发现，这样子要改也比较容易呀、因为它就在戈壁嘛，你把这个入字把它勾过来就成了啊。有一个大问题出现，民国85年啊，大圣金舍他印的这个本子啊，问题最大，为什么呢？他把它改编了，全部改编的页也不一样了，而这个长短也不一样了啊，这个笑话就大了，所以他这个改编的本子啊，这个入字变成在下面了啊，就变成这样子，故能令众生珠罗刹鬼国连住，
那么一直念着转云狮子国有入商家，他改编了，改编的人也没有发现，没发现就照抄，所以入商家还是入，而猪上面没有入。那么这个问题最大，他这个本子啊，如果你有的话要改，他这个本子是把它印成一厚册，25开文，很厚，红的书皮啊，烫金的标题啊，那一本书啊2寸半，我量过了，台词去量2寸半这么厚，拿就已经受不了了。那这个印书的人也很奇怪啊，弄得那么厚的书叫人怎么看呢、啊、2寸半这么厚啊。而他重新改编标点啊，也许他改的并不多，改什么呢？实际上不算改了，他把原来夹注两行的夹注啊，把它排成一行，啊，还是用刮胡排成一行，这样子就变成这个页码增加，啊，行数这个一页一页的行数不一样，那么这个错误就发生比较严重。那么把这个珠子上面加一个肉字，这些情况啊，我没有全部看，讲义我讲的时候啊，没有时间全部看。假如全部看，可能还要发现一些东西。像刚才我说的这个错误啊，并不是说我有意去看，而是无意发现。为什么会无意发现呢？我前面说过，我要查他引用的这个释证，引用的释证呢、啊，看他怎么说，我提出来做参考。我是因为查这个引用释证觉得很奇怪，为什么狮子国有入商家，我看这一句就发生疑问了啊。这个转云接下去狮子国有入商家，为什么叫做入商家呢？商家怎么入呢？哦，才发现他隔壁的猪罗刹鬼国掉了一个褥子，把褥子搬到隔壁来了，跳了，啊，这非常严重，啊，如果有本事的人呢、啊，自己改。现在我就说他的引证，他这个引证叫做转云，这个写法不好啊。什么转？假如这个转字他念成船字啊，情况就不一样了，船云。就跟传说一样啊，如果是传说的话，这个释证就不可靠。传说嘛，人家这样讲我就这样讲，有没有这个事情那我怎样，传说变成这个样子，本来有事实的变成没有事实，会被人这样误会。所以这个单写传员呢、啊、不好。他这个传记有名称的吗？这个感应的释证呢、啊，是出在《应验传》，观世音菩萨《应验传》，感应的应，啊，考验的验，《应验传》，最简单写也要写成《应验传》，啊，说《应验传云》这样子才对，才不会发生错误啊。因为您有根据啊，我这个释证是根据应验传来的，怎么知道是根据应验传啦、啊、我查出来啊，东鼎时代，东鼎有一位居士姓谢，名夫啊，夫作而作的那个夫，谢夫居士啊，他是学佛的在家居士，他对于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呢、啊，他是专修的，因此他编了一部《应验传》，就是在东鼎之前，跟他同时有发现，对于持念观世音菩萨修观音法门所得到的感应的，他都把它记载下来，叫做《应验传》，观世音菩萨《应验传》。不过这一部书已经不存在了。已经失传了，失传了，我为什么知道啊？我看在其他的书本里面发现，智者大师的《观音》一书里面到了这里呀、啊，他解释这个罗刹难也是引用这个这个释证，他的释证就写清楚了，他说是应验传，
知道他这个印院传是东鼎谢夫著的，那是在第一条火灾里面引用那个竹长寿，前面说过竹长寿那一个故事也是记载在印院传啊，就是这个观音一书里面说的是记载在印院传，而前面有写明谢夫所著印院传，那么可见这是这部书啊是东晋，可能已经到了东晋末年，一位姓谢明夫啊，这后边呢我还有机会再说啊。这个谢夫著的这个印院传里面有这个记载，记载这个事情怎么样啊？这个讲义里面是这样说的啊，狮子国有商家，就是做生意的人，做生意的人，狮子国就是现在的西兰呢、啊，斯里兰卡，啊。那个时候斯里兰卡叫做狮子国，说狮子国有做生意的人啊，人数不少了，100多人，这100多人呢、啊、他坐船啊，航行啊要来中国，原传写作湖南啊，那么要来中国要先到湖南啊，到了大海中途啊，突然之间碰到恶风怪风啊，把这个船通通吹到无人岛，那个时候啊海里小岛没有人住的还不少了，那个小岛没有人住的是谁住啊？罗刹鬼住在那边，他碰到有人船跑到他那边呢、啊、那正好送点心给他，罗刹专吃人的，而且这种罗刹鬼啊都是女的，很可怕的。你一看到这些小岛上面很多很多的很漂亮的女人，不懂的会误会，以为啊这个是个无人岛，上面完全都是女的啊、哦、如果是男性呢、啊、他这个不良的心就发生了，哦不得了，这里好多好多啊，好像是这个艳妇出现一样，他不知道那些都是要吃他们的啊，所以如果不懂的话都会被他吃掉，那都是罗刹鬼吃人的。而这100多人的船呢、啊、吹到这个罗刹鬼国啊，书本上写说，哎一看这个上面啊，这个岛子上面很多很多女人呢、啊、来欢迎他们啊、哦、这些100多个商人当中有一个了解这个事情的，他有智慧，一看知道这个不是普通的人，是个罗刹鬼，赶快啊就警告大家，你们注意啊，这是罗刹鬼锅呀，那些都是罗刹呀吃人的，赶快念观世音菩萨，否则我们都要变成他的点心，有人这样提倡。哦大家一听就害怕了，因为这个在当时有些人都知道的，有闻到这个情况，那么大家就专心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嗯，因为大家提升念观世音菩萨的缘故啊，突然之间起一阵风，把这个船呢、啊、就吹出来了，离开那个罗刹岛，就又到飘到大海里面去，慢慢又开到这个湖南这边来，就是到中国的地界来了啊、那么因此啊他们都免难啊、那么这是说鬼不能害，拿这个来做证明，说明当时有这么一回事啊。讲义里面的引证呢、啊、是根据谢夫所著的印院传，没有错啊。这是第四第五啊，看这经文，五者心温称温，六根消伏同一生听，能令众生临当被害，刀断断坏，石器兵戈犹如各水，一如吹光，性无摇动。前面三句也是观世音菩萨自修的功能，熏就是内熏，把这个听的功能呢往内去熏闻，不停不闻外边的声尘，成为闻性的功能出现啊。破除所有的这个希望不实的妄念，
的经文而恢复本有的正文啊。这六根消复，消就是原来割爱的都消除了，恢复原来六根服用的功能，叫做六根消复。同一声听就跟生成的反闻情况相同，所以人不但能看，也能闻，也能嗅，也能尝，也能知，六根通通已经融通了，不会割爱了。我们现在眼只能看，耳只能听，菩萨他六根复用啊，眼具备六根功用，耳也具备六根功用，所以叫做同一声听。因为菩萨这个耳根圆通的功夫成就的缘故啊，他能使令众生临将要被害的时候，如果有刀要斩他，这个刀会一段一段坏掉啊，使他要伤害这个啊修行的人的这个兵器啊，戈也是武器，就是杀人的武器啊，这些兵戈啊就是刀刃啊，好像割水啊，割水用刀去割水，水没有痕迹啊，又像风在吹光，光也没有摇动，性无摇动，就是回到原来的清净本心啊，纵然被刀杖所伤，伤不了他，不会受伤害的情况，就像割水一样，水没有痕迹啊，这完全不会受伤害，好像风吹光，光不会动，这说明啊，这个人不会被任何兵器所动。怎么会有这种功能呢？因为啊，他体悟到啊，刀是色尘啊，身体也是色尘，色尘对色尘彼此互不相害，这个情况好像如空入空，所以不会被伤害啊。刀割水显示完全没有痕迹啊，风吹光显示它完全不会被摇动啊。有两句话，竹影扫街尘不动，月穿潭底水无痕。竹影扫街尘不动，有日光很亮的时候啊，例如说旁边有个竹子啊，光线这样照来，这个竹子被风吹摇来摇去啊，这个前面这个街道哈，好像竹影在哪里扫路一样，竹影扫街尘不动，那个街上的所有的尘埃啊，那个竹影扫它不会动的，竹影扫街尘不动，就好像刀啊割水一样，不会有所伤啊。月穿潭底水无痕，晚上天上月亮很清楚啊，万里无云的时候，月亮穿在这个潭底水潭呢、啊、潭底水没有痕迹，水没有痕迹，月亮跟住天上的月亮一样都在走啊，都在动，可是潭底的月亮在走的时候水没有痕迹啊，这就像啊这个刀割水风吹光情况一样啊。那么这个第五，这种的受刀伤而不会伤害的情况，在讲义里面也引用四证啊，讲义就是在第这个接触第五的解释后边啊，他引的四证是说，起书里面记载有一位孙敬德，孙姓孙的啊，孙中山先生的那个孙啊，恭敬的敬，道德的德，孙敬德这个人是个武将，他保守北边啊，他平常啊修观音法门，他造了一尊观世音菩萨像，很庄严，供养礼拜，天天礼拜，天天念菩萨啊。有一天他遭到这个贼子的横阴，就是把他赖成贼了，那么国家认为他有问题啊，又把他抓起来，而且判定死刑，将要是啊这个斩头了，脑袋要搬家啊、哦、这个孙敬德
心里很难过，实际上他是没有罪过，而是被人诬赖的啊。但是这个时候也没有办法辨不出来啊，没有办法辨明了，那么将要被杀害啊。这个时候啊，有一个出家人啊来告诉他，如果你能念观音经念成千遍的话，就可以免难。那么观音经是什么呢？按照注解里面说，就是普门品啊。那么他连念了好几天啊，到了江沙的时候啊，刚好满了一千遍啊。这个临行的时候，刽子手把刀往他的脖子斩下去啊，这个刀就断成三段，刀断了，脖子没有伤啊。那么有这么大的应验，当时的丞相宰相就赦免他，说这样子哈，既然有这么大的奇迹，那么细细的考察，他真的是没有罪，因此就赦他无罪啊，就免难了。他回到这里，讲义里面没有写啊，原书有写，他回到自己的家里看了、啊、他的所供养的观世音菩萨像啊，脖子有三个刀痕，三个刀痕，就是这个斩不是斩到他的脖子上，不是斩到孙敬德，而是斩到菩萨像，好奇吧？像是在他的家里，刽子手的刀是斩在他的脖子上，脖子没有伤，而菩萨像有刀痕，啊，菩萨实在太慈悲了，还帮他钢刀啊。这个记载，他这里只是说。奇书有两个奇书，哎，北魏后来分成北周啊、北齐啊，北边有北齐，南边南朝，那是南北朝的时代事情。南朝也有奇啊，就是南齐，就是宋齐梁陈，南齐就萧齐的南齐。这两本奇书我查过一遍。也许我老了眼花了没有发现，奇书没有看到啊。而北史里面有这个记载，但是不是他，是个姓卢的卢靖玉啊。这个卢靖玉的应验呢啊是一样的，情况完全相同。按照法院朱林第十七卷，法院朱林一百卷了啊，法院朱林第十七卷里面观音法门里面的感应记载里面有啊，也是孙敬德，不过写的是魏书啊。他这个根据叫做奇书呢，是根据这个感应传，感应传写奇书啊。可是我有南北奇书我都有翻了一遍没有看到，我不敢说没有，也许我老了眼花，74岁啦，我还能够看看那些小说还不错了，因为自小也许我没有看到，有耳没有看到，我不敢说没有，而法院朱林说魏书，法院朱林里面他有原文写的非常详细，比现在讲义里面引证的要详细的多，法院朱林里面的记载啊，说这个人遭到恶难，那么观世菩萨像上的刀痕啊，他就是出在这个法院朱林的本子里面啊，也就是讲义里面他没有说到，我觉得讲义这一句没有写上很可惜，应当有的啊，因为他没有受伤，而菩萨像上的刀痕，这个显示他的感应的功能，感应的不可思议，应当是有。而北魏书哈、啊，北魏书里面记载的是卢景玉，姓卢的，景是风景的景啊，玉是富裕的玉。卢景玉这个人呢，他所得到的感应跟这个这里所说的大致差不多啊，不过这个人非常特别，而且把他的感应记载后来记在这个这个魏书，就北魏书里面，北魏书是北魏的历史啊，北魏书里面有所记载，现在有一部书叫做历史感应统计，徐子敬居士编的，
历史感应统计里面就是根据魏书把它揭露下来，他后边批示啊，说得非常的好啊，此大事就行于之时，实著于史册者啊，说这个正史里面记载观世音菩萨啊，这个感应的故事啊，这是第一个。前面的所有的史书里面还没有看到，这个北魏书里面记载这个事情，显示不可思议的感应呢、啊，这菩萨的大慈大悲啊，这显示这个不可思议的感应，他就引证观这个现在这个楞严经的观世音菩萨耳根圆通的这两段经文，第五的跟第七的这两段经文，他引证下来，说明啊，菩萨的感应不可思议啊。那么这在历史感应统计里面有记载啊，那么这是说明这是由这个事实真正得到感应的情况。这里还有一个事迹需要说明，讲义里面说，就是刚才的那个孙敬德的事情说完之后，接下去讲义里面有一句话说，又如六祖啊，此刻三会利人犹如斩影呐、啊，人从头过，头无所伤，此乃六祖自证之力而。六祖，就是在唐朝啊，六祖慧能大师。六祖慧能大师在他的这个《六祖坛经》里面有的，啊，在《六祖坛经》里面，啊，有一位僧智彻，智是志向的智。车务的车啊，这个人他在家叫做张行昌，姓张，弓长张，名字叫做行昌，行动的行，昌盛的昌。这个人是本来是北秀啊，是神秀大师座下的弟子，啊，他不甘愿这个衣钵被这个卢行哲，就是六祖大师啊，端到南部去了，他呀。想要把六祖灭掉啊，夺回衣钵，成为神秀为第六祖啊，他是这个打算。所以他到了南华啊，到了六祖的道场，他带入啊利刀，半夜潜入六祖的这个地方。六祖这个时候正在打坐，事先准备好十两金子放在桌子上啊。那么等到这个庄行昌来了。啊、他就脖子伸得长长的，让他去斩吧。可是张玄昌挥刀三下，都是从脖子经过，挥刀三下，啊，刀从脖子过去，可是脖子没有断，不但没有断，连伤痕都没有，三下都没有受伤，而刀子过去了，这是修持的功夫啊，这是六祖的神通，啊，实际上他不用神通。啊，因为他说，我并没有欠你的业债，所以这个在《六祖坛经》里面说，正见不邪，邪见不正，啊，这负你金啊，不负你命。他说，我只少你十两金子，我欠你的债，欠的是十两金子，我没有欠你的命债。既然我没有欠你的命债，我就不会受伤，啊。而这个金子是我欠你的，你可以拿走吧。哦，这个张先生挥了三刀从脖子过，而脖子没有受伤，他觉得这个太奇怪了，他吓坏了，倒下了。慢慢醒过来之后，六祖就劝他，你赶快回去，赶快走啊。他说，哎呀，那这你真的是祖师，我现在完全心服口服了，我要跟你出家。六祖说，这个时候不行啊，你如果这个时候要出家，给我所有的众门大众门知道啊，你会没有命，赶快走。金我欠你的，你拿走吧，让我还债，叫他把十两金子带走。所以我要出家呀，出家不能今天，以后再来啊。所以这个张行昌挥了三刀，结果六祖的这个脖子没有受伤，而且完全好好的，痕迹都没有，奇葩啊，能成为一代祖师不是那么简单啊、哦！我试试看了，不要说是用脖子，手指好了。
修止啊。那么因此之故啊，后来他就来出家了，法名就叫做智彻啊。这是讲义里面有提到六祖的事情，我顺便也就把它提出来帮助说明啊。这是第五，现在讲第六。六者，闻信尽明，明辨法界，这诸犹暗信不能全，能令众生要他罗他就判他鬼，即闭塞者、负担拿等，虽尽其旁，目不能视。这是恶鬼啊，会伤害人的恶鬼的灾难啊。如果能够修持观世音法门，不会遭到这些恶鬼的灾难啊。开头还是说明观世音菩萨自己修正啊，闻心精明，明辨法界，这就有暗性不能全，这是说明菩萨自己啊耳根圆通的修成之后所有的啊这个功用啊，能够使众生啊不遭鬼害。闻就是由耳根闻生成，望内熏，不追逐外尘，由此精纯而发出光明。这个光明周遍于法界，十方法界无处不遍啊。那么所有幽冥黑暗的这个啊习性啊，通通都会消除啊啊。所以性这个幽暗之性不能全啊。那么这说明菩萨本身完全成就啊这个消除黑暗的功能啊，因为他烦恼完全断尽了，不会有黑暗的情况，而且都是光明，光明是普遍照耀于十方世界，因此他能够使令众生遇到这些恶鬼呀、啊、不会遭到损害啊。所以说能使令众生啊这个药叉，平常啊就义叫做夜叉，心意叫做药叉，只是翻音的重轻分别而已啦。药叉、夜叉都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劫机鬼，走得很快啊。劫机鬼，罗叉是口味鬼，吃人的，刚才说过的，他是专门吃人的。鸠盘叉啊，这是如果按照这个印度的鸠盘叉的文字翻成中国话，叫做瓮形，瓮形就是瓮形鬼，而他的做法压妹，专门压人，使人没有办法啊这个举动啊。有人睡到半夜啊，觉得好像是心里压得很紧，话说不出来，那就遭到这种鬼在压他啊。鸠盘叉，这个叉字啊，有些地方会印成土字，下面的木字上面加一横就变成土，土跟叉差一横一笔而已。那么究竟是鸠盘叉还是鸠盘土呢？应当要知道印度梵文应当是鸠盘叉，鸠盘叉。怎么知道它是鸠盘叉？我看日文的书啊，他对这个鸠盘叉的翻成日文啊，苦半打，苦半打，就是鸠盘叉。那必定是叉字，不是土字，土字不能叫做大啊。所以翻成中国话瓮形鬼，而印度梵文是鸠盘叉啊。如果你碰到这个名词加上，如果有加上一横的变成土字啊，那是错的，应当是鸠盘叉，不会有鸠盘突啊，突音呢、啊、这里合不上，是鸠盘叉，古曼叉啊。这种鬼也是会伤害人的，即是病疾，闭塞者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痰精气鬼，他专门吸这个人的精气，
啊，畜类的精气啊，动物的精气，植物的精气，它也能洗啊。负担呢、啊，也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叫做热病鬼，热病啊，会发高烧啊，是不是发高烧就碰到这个鬼呀、啊？从前医学不发达啊，人有病呢、啊、就去问神啊，说是碰到什么鬼什么鬼呀 啊， 啊，就是要送鬼啊。也许是有这一类啊，它这个名称叫做热病鬼，是不是人碰到它会生起热病？不得而知啊。总之这些都不是善类啊。那么等着等于其他还有很多恶鬼啊，包含在里面。这些名称啊，鬼的名字啊，讲义啊，它都配合在四大天王啊管辖的范围之内啊。例如说北方天王就管学这个管学上两种鬼，就是药叉罗叉啊，而南方天王又管这个鸠盘叉啊，那个这一类的鬼。我认为这种配合不甚妥当。怎么说？四大天王叫做护世四王，他是要护法的，他是要保护世间的。那么他如果是他管辖的这些鬼都会伤害人的话，我看四大天王他就一天到晚就管不了这些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在恶鬼伤害人间的人的事情是有的，尤其在从前古代更多，现在人多了鬼也少了一点啊，从前人少了鬼就多了。那么像这种情形，如果真的这些鬼都会来伤害人间，四天王管不了，那他的护世两个字怎么能够带得住啊？我认为经文没有这样分配，各位看到经文里面没有这样分配，说哦，这个是北方天王管的，这个是南方天王管的，经文没有。既然没有啊，我们不能加上，加上啊，我看四大天王会不高兴的。为什么？这些不是我管的，我管的都是乖乖牌啊，他都是听话的，他都是帮我护法的，都是好的，名字相同啊，并不见得他就是一样的东西。例如人的名字，有人叫做恶，他叫做恶，名字叫做恶，他真的就是恶人吗？不见得吧。有人叫做陈罗汉，难道他就阿罗汉吗？根本不是吧。所以这个名字相同啊，内容不同。我想四大天王所管的这些恶鬼名称是相同，他管的毕竟都是乖的，都是听话的啊，因为他都是由四大天王带到佛前去皈依三宝的，都是三宝弟子，他只有护持三宝，他不会伤害人。而经文所说的不是在四大天王管辖之内的，不要赖天王，赖他不对，这样不好啊。我想四大天王他管的这些，如果有这些鬼名啊，不是鬼心鬼事的，都是好的，都能护持佛法的。而现在经文所说的都是恶鬼，都是坏的，都会伤害众生的啊，所以才能啊，这个如果你修持观音法门呢、啊、这些恶鬼就没有办法伤害你啊。所以说虽近其旁目不能视，这些恶鬼总然接近在你修持观音法门的人的身旁，他也不会伤害你。为什么？因为他是黑暗的东西呀、啊，你是光明啊，你修观世音菩萨法门是光明呢、啊，啊、那么因为你有光明，他的眼睛就没有办法看你。我在其他的经论里面看到这么一个故事，有一天有个人呢、啊，晚上走路的时候碰到一个罗刹鬼啊，碰到一个恶鬼吧啊，这个恶鬼呀、啊，他看到有这么一个人呢、啊，可以做点心呢、啊，他就想要吃他。可是这个人呢、啊，也很有一套啊，
他也修学法佛法，那么他也不怕这个恶鬼，在走路的时候他还没有到伤害他的时间，就问他，问这个恶鬼，他说你最怕什么？问鬼最怕什么？他说我怕光，光我不能见，见光我吃不消。哦，那好了，他怕光，那么这个人就往光方面跑，往有光线的地方跑，这样子他就没有办法了。他是要把这个人带到黑暗的地方来吃他，他听到他怕光吗？他就往有月亮的地方跑，啊，光线好的地方跑，这样子他看不到。哎，他一边念观世音菩萨，一边是往光的地方跑，恶鬼就没有办法翻身了，看也看不到他，结果他就免难了。啊，就是说，你如果是修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啊，都是光明，那么这些啊，这个恶鬼看也看不到你呀，别说要伤害你了。平常有人说，晚上走路啊，要念佛。念阿弥陀佛，这样子鬼就不会伤害你。念观世音菩萨情况一样的，他也不会伤害你。讲义里面讲到后边，他有个引证说，目不能视的情况什么呢？如土地不见动山者。这句话，假如你没有看过动山的历史，你就不了解他说的是什么。土地不见动山，土地就是土地公、地神呐、啊，土地公。啊，客家话是八公啊，啊八公，哎，就是河洛尔托德公啊，这个土地公啊，他在洞山，他没有看过洞山两界禅师，土地公是他本地的这个地神呢、啊，啊，可是他在他的范围之内有这么一个大和尚，高僧大德，洞山。两界禅师，可是他20年在洞山呐、啊，想要看洞山就看不到，根本看不到他，啊，那么看不到他，很想看。有一天呢、啊，地神现身出来，问他常住上的人，他说：“我始终见不到洞山和尚，要什么方法才能见到他呀？”这个人答复说。洞山他是已经完全到无念功夫，他的心不动念，心不动念你当然就看不到他呀，啊，他说那我要怎么样子才能看到他呀，他说有一个办法，你使他动念，有什么办法使他动念啊，他说洞山他最爱护常住的东西啊，你只要有一天到厨房，你看到洞山和尚来巡视厨房的时候啊，你把厨房比较快要破坏的这个瓶瓶罐罐啊、罐子啊，或者说盆子啊，把它弄破，这样子他惊动他呀，他就会动念，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哦，这个土地神呐、啊，他就用出这个办法来啊、在厨房旁边等住。哦，有一天，因为这个洞山禅师啊，他经常会到处巡视。他到厨房去巡视，看情况怎么样。他到厨房的门口的时候，徒弟就把那个盆子啊，哗啦弄破了。哦，这个时候洞山就动念了。哟，谁把这个盆子弄破啊？这个念头一动，土地公就跑进来啊，大和尚，我徒弟向你顶礼。哈，什么？这一看地神，嗯。是你弄的，他说我20年要见你见不到，今天我见到了，感谢感谢，五体投地拜。哎，他马上入一个这个五念功夫，又看不到了，啊，要看的看一下子也不容易哎，啊，别说我们看不到啊，地神也看不到，因为他五念，所以如果一个人修行到了五念功夫，哎，这个五念不是用压的。有人修无念用压，不对的，这个压的无念啊，那无念也变成有念，因为压的就是念，压让他不起念的这个压的功夫就是念，所以这是错误的。必定要真正下功夫，烦恼断了才能无念啊。因为讲义引证这个徒弟不见洞山，我这里顺便说明啊，实际上这个一本文
没有多大关系啊，因为鬼不能亲近这个修观音法门的人，与地神不见众山情况不一样啊，只是可以拿来说明那个不见的意思就是了。七则，银杏元宵，观天反入，立柱成旺，能令众生尽系枷锁，锁不能着，这是枷锁难啊。假如碰到这个被枷锁所绑啊，这个时候如果能够修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就不会遭受枷锁难。因信缘消，观听反入，立住成旺，这三句是观世音菩萨自修的因地修神的法门。因信缘消就是由闻的功用反闻闻自性，外面的音声已经消失啊，只有圆满本具的啊这个耳根的根性啊完全显露出来，所以观就是观察修观啊，有因地修观，反过来听，不是听外边的声音，就是反入，入是内，指内心的这个自信啊，我反过来闻我自己的闻性，而不是闻外边的声声，所以能够立住成妄，外面的六尘的妄境整个消失啊，所以他能够使令众生碰到尽系枷锁啊，锁不能着啊，就是有人被这个披枷带锁的这个情况遭到这个厄难，那么如果能够修观世音菩萨的法门，也不会伤害到他，就是那些枷锁啊自然而然能够脱掉。讲义里面引证事实，就是事证了啊。他说，锦、窦传、河内人，永和青年为高昌部作，吕父所服。这一段话，如果单凭文字上啊，我相信看的人未必能懂啊。锦朝中锦呐。这个原来是在东晋时代的事情，有一个人姓窦，这个窦字啊，然后你没看，现在没看讲义啊，这个窦字是斜字头，空斜的斜了啊，宝盖头下面一个八啊，空斜的斜，下面一个买卖的卖字啊，就是窦字啊，血窦子窦。这个人姓窦，名传，他是河内人啊。这里写的永和青年呢、啊、是东晋墓地，活墓的墓，墓地，墓地永和是他的年号啊。那么永和的年是从西晋的345到356啊，如果是真的是青年的话，就是352啊。那一年为高昌部捉啊，步兵啊，这个过河之子的那个桌啊，李父所服，高昌不捉，李父所服，这两句话你懂吗？单看这两句话，究竟他是被高昌所服呢，还是被李父所服，搞不清楚啊。这个故事啊，在法院诸林里面有记载的啊。法院诸林里面是这样写，锦奏传者河内人也，永和中没有青年，他这个青年不晓得从哪里来，也许他去问过墓地吧啊。永和青年，而原来的法院诸林这一篇是没有青年的两个字，只叫做永和中，这个青年以后人加进去的。怎么知道？圆音法师也有普门品讲义啊，普门品讲义里面到了这一条啊，枷锁难了，他也引证这个窦传的这个故事，可是在这个普门品的讲义里面没有青年嘞。普门品讲义里面他是这样写，锦窦传河内人永和中，也是永和中啊，他这个永和中是根据法院诸林抄下来的，相同的啊。不过法院诸林呢、啊、把下面那两句话说得很清楚，是谁抓谁，
不会搞不清楚，因为现在这个讲义里面的为高汤不多啊，吕布所服，谁服谁搞不清楚，究竟窦传是被高汤服了呢，还是为吕布所服了呢？如果顺着文字看，应当是他做高汤的部捉而被吕布所服，应当是这样才对。而吕布为什么服他呢？看看法院朱林就很清楚。法院朱林里面永和中下面他是这样写的：并州刺史高汤，冀州刺史吕布，各全部部区相遇不和，是说明啊，这高昌跟吕布两个人，高昌是并州的州长，吕布是冀州的州长，他两个不和，为什么不和呀？您应当知道东晋时代北方是五胡十六国呀。北方五胡十六国，这个并州跟冀州啊是两个国家的，两个国家彼此为敌呀、啊，怎么会活呀、啊？虽然连住隔壁，可是他们两个是彼此为对敌的、敌力的，不是共一个国家，当然不活啊。那么因此之故啊，窦传是做高昌的兵卒。是属于高昌的兵，吕布他是讨厌高昌，彼此都是有经常斗争的情况，因此有一天呢、啊，吕布就派了骑兵很多，上百个骑兵啊，去包围高昌那边出来的这个人马，正好窦传带了六七个人出来，就被这个吕布的骑兵所包围。那么包围住了，结果他只好投降了，就被他抓回去。抓回去，你虽然是说被抓了，那是因为对方人手多，你没有办法跟他对敌，所以被抓。抓回去，吕布打算要把这七个人整个把他杀掉，要把他杀掉。没有马上就杀，抓回去一个一个用这个手。脚把它铐起来，都不能走动。这个时候很辛苦了，那么当时在吕布的监狱里面被俘的这七个人，就是等死了，很危险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出家人，名字叫做道三，道三啊，道三这个出家人呢，他跟吕布是相识的，认识的。那么他到里面去看看，发现这个监狱里面呢，有这个窦传，窦传以前跟道三是有认识，那么道三听到窦传在里面吗？那么他不能进去，外边就叫这个窦传的名字，他听到是道三的这个声音，说：“哎呀，故乡人呐、啊，我就实在担心了，能不能救我啊？”道三就教他说：“你赶快念观世音菩萨，好好念观世音菩萨，我相信菩萨能够使你得到感应。”因此道川人将死的时候那没有一个人不怕死的啦。道川怕死啊，说念观世音菩萨能免死啊，变妙的脸嘛。从听到开始念了三天三夜，念了三天三夜，第四天要杀了。那么这个第三天三夜的第四天早晨呢、啊，他自己觉得手脚的这个铐戒东西啊，都好像松动了，一用心用手力一动啊，那个锁通通都脱掉了，都脱掉了，这个脱掉就可以跑走了，而且看到这个管的人都在睡着了，那么他自己一个人能脱掉，自己可以走，他心里想。我同伴还有六个人呢，我怎么舍得让他六个人被杀呢？希望菩萨能够慈悲啊，让他们也能脱难。讲义里面是说劝他六个人都念观世音菩萨，而在法院竹林里面没有这个话，就是说这个时候
窦权动了这个念头，就去按那些，因为他已经脱掉了，把这六个人的这个枷锁都把他摸一摸，哎，通通脱掉了，啊，因此七个人呢，沉着夜色，管着人又在睡着了，开着门就离开了，就跑掉了，因为他们也不是有罪嘛，彼此对敌呀，当然是彼此互相发生这个这种情况是很平常的，所以因此之故，他把这些枷锁都脱掉之后啊，就离开了。啊，就脱掉这个厄难，这是枷锁难能够脱离的这个因缘，是也是在感应传里面也有记载。现在我说的是根据这个法院朱林说的最详细，法院朱林原文说的最详细啊，因为他在那个时候两周都是敌国，所以彼此互相争论会发生这个问题啊。那么枷锁难这脱离之后，后边第八是个夹贼呢，八者灭因缘文变身慈力，能令众生经过险路，贼不能解啊。第八灭因就是他反文文自性啊，把外面的声音啊，他完全不会有所受用，等于灭掉一样啊，不是等这个外边没有声音，而是声音根本啊，他不会去啊妨碍他，因为他反文自性，啊，圆满本有的文性显现之后，周遍升起慈悲的力量，能够使令一切众生经过险路的时候啊，贼不能够伤害他，不能劫他啊，贼不能劫。关于这个贼不能劫。因为剩下时间不多，讲义里面所说的我们暂时就不去研究它，说一个简单的故事啊。从前呢，明朝末清朝初，天下大乱啊，有一个姓程的人，程伯林，程屠城的城呢，屠城的城啊，那正这个在战乱的时候啊，屠这个程伯林家里呀，有16个人，连他17个，啊，他是专修观音法门的。那么有一天晚上，我们睡到半夜啊，这个观世音菩萨是梦，说您的家里的人16个人呐，都应当不要遭难，他没有事，而您呀，因为前生你伤害了王麻子啊，你杀过他。现在要还债，我救不了你，你应当赶快把那16个人把他收开啊，你自己保留在家里，等住贼子来。这个贼头叫做王麻子啊，这个三化王啊，王麻子，这是贼头，他会来你家里会杀你啊。那么程伯林听到这个话心里很难过，叫菩萨大慈大悲啊，你也救救我嘛啊。菩萨说，我救不了你，你如果要救的话，你明天求这个王麻子要杀你的人啊，当然没办法了，赶快天一亮叫另外16个人都离开，他自己守在家里的中堂，就是供养观世音菩萨，把门关起来，拼老命的念观世音菩萨。哎，到了早上大概8点多钟9点大概是那一种时间，有很多兵马来了敲他的门啊，他这样敲门，他心里很安定呢，因为菩萨事先讲过了，他就门打开，打开看到一个很高大的人，手里拿着大刀啊，他就门一打开就问说：“你是王麻子吗？”耶，这个贼头一听啊，吓了一跳：“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他就把昨天晚上的梦境说给他听，说观世音菩萨跟他说，说他前身呢、啊、杀了他26刀啊。程伯林杀了这个王麻子26刀，现在要还债，要给他杀26刀，所以他是等住还债的。哟，你前生杀我26刀，现在我又来杀你26刀，那将来你又来杀我26刀啊？那么这样的冤冤相报什么时候会完啊？好了，这个贼也升起慈悲心呐、啊，我不杀你，我杀你将来你还是要杀我。哎，程伯林反过来要求了，你不杀我，我将来要还债啊，这怎么还是要还呢、啊、你今天不杀，将来你还是杀我。哦，
既然如此，这样好了，你跪在菩萨面前，我用刀背啊，往你的背上轻轻地敲26下，当作还债。我们这样解冤世界，以后不要杀来杀去好了。哦，那好吧，就照办。程伯林就跪在菩萨像前，啊，这个王麻子拿着刀对着他的背，就轻轻地敲26下，然后对菩萨要求说：“我们两个人从此解冤世界，再也不要再杀来杀去啊！”那么，如果他真的天生这样杀我，现在我这26下就当作杀过了啊。有些书写着36下，多了10下，太多了吧？哦，原本就写了26下，《感应传》里面有记载啊。像这种情况啊，那是明末清初战乱的时候，程伯林啊发生这个事情呢，他知道观世音菩萨虽然在梦中说我救不了你呀、啊，你求你的业债的债主啊，他不杀你，那就是你的福报啊，否则的话我救不了你。好像菩萨不是万能哦，定业还是不能移哦，这还要靠自己。如果菩萨不指示，那真的那一天恐怕就有遭到杀害，而菩萨的指示，他门一打开，就很大方的把贼人的名字叫出来，他当然他就觉得奇怪呀、啊，我们彼此不认识，那为什么你会知道我的名字啊？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他就把这事实说出来。他的中天正是供着观世音菩萨，啊，而且那个时候的王麻子看到他中殿所供的观世音菩萨像在放光，啊，所以他特别受到感动，啊，假如这个时候真的杀他，将来彼此是杀来杀去没有完的。可见那个时候的就是土匪强盗贼子都懂得因果呀，不像现代人呐、啊，啊，他们懂得因果，如果说出这个业因，而且是菩萨说的，他是实际上是梦境的话，而对方能够听，啊，这个时候突然之间他取了慈悲心，所以普门品说贤弟起慈心，啊。这个就是强盗土匪听到看到这种情况都会升起慈悲心，不会伤害众生，显示菩萨的威力不可思议，感化众生使他能够消灾免难啊。观世音菩萨的大慈大悲，他度化众生的这个慈悲心啊，不是我们所能想得出来啊，只是我们这些众生业障太重，平常是纵然有恶难念的时候啊，心也不够专一，感应就会发生啊折扣。到了那个时候有灾难，必定要整个万事都能放得下，万缘放下，而专心去啊去念观世音菩萨，而且最重要的要至诚恳切，不能心里想试试看，我去买的啦，计划买。这个不能试的，不能用试，用试灵感就会啊被打了折扣。所以对于这种不可思议的感应呢、啊、要真正自己下功夫啊，碰到灾难的时候能够真正下功夫，就能够消灾免难。不过比较更重要的就是平常时要下功夫，假如你平常时都不念菩萨，碰到灾难才来临时抱佛脚，有的时候会有危险。怎么的？个人的定业，如果一定要遭骂的业力，那个时候会发生差误。所以必定要啊，好好的下功夫，在平常是忙里偷闲啊，修持观世音菩萨法门啊，念菩萨的圣号也好啊，念普门品。顶礼啊，观世音菩萨啊，那么好好的修持观音法门，就能够免除这个灾难啊。那么这是说明啊，如果是普门品，就是总大之后免清难，
啊，总大为一，在这里总大是第一，七难就是二三四五六七到八，这是七种灾难。在普门品里面说明这些灾难，只要你自诚恳切称念观世音菩萨，都会有所感应。就是到这个第八为止啊，七难文字讲完，那么如果还有些道理没有说到的，我们有下次再讲。下面是离三毒，下次再说明啊，下次。